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这儿等什么，炸不了就走呗。 将军有人把守，炸不了就炸不了了，把这小子干了也算明白来，老子会赏个报酬了。你仔细看他身边那个人。将军大人，现在黑勒奎多诺路头设计完了，防卫施设も急いで建造しております。民生橋と他の橋の安全保護に関して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 将军，鬼子在特战部队的将军只有一个吧？你是说，我是有师师团长申锦和夫？应该是他，申锦秀的爹。来得好，这回他可是往枪口上撞了。看到车队的时候，就觉得有大人物要来。 没想到真让我给等到了，这一枪跟沈静秀、沈江老张一起算了。必须万无一失啊，机会只有一次。鬼子好像又警觉了。
仕業だ。怪我はひどい。秦队长，秦队长，你看，咱们也没吃饭，又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再说，已经走出鬼子的地盘了，您看咱们能不能歇会儿啊？确实还有挺远的路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好好睡一觉，不走夜路了，明天天亮再出发。德明，我这还有点饼干，要吗？不要了，我现在提起压缩饼干这四个字都反胃。那我去挖点野菜，凑合吃点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龚队长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怎么着，还担心人家会跑啊？啊，不是。我是真心想帮洪队长挖野菜。走啊。洪队长，关于你身份的调查，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，还请你不要介意。我能理解，这次任务你不仅炸了银山桥，还刺杀了深井和夫。洪队长的为人又是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，在下确实是佩服。你突然这么抬举我了？不是抬举，这次回去之后啊，关于你的调查肯定还会继续，这不是我这个层面的人能左右的。但是，我一定会把你这次深入敌后的优异表现如实汇报给刘志飞长官。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你吃野菜吗？啊？吃吗？啊？啊？那待会儿你多吃点。再取点水。别，你今天是大厨，这事儿我干。傻笑什么呢？光等着吃啊！啊！洪亮，洪队长，嗯，这明天咱们可就要回到师部了。您这一块出去，一块回去，多好。好什么呀？回去之后，那姓刘的和姓孙的，他们能对您善罢甘休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您这一路上有多少机会可以？您干嘛非得回去跳这个火坑啊？大明，我那背包里有点盐，你给我拿吧。哎，起来了，徐队长，起来了，洪子杰跑了。这不可能，肯定是去方便了，一会儿回来。不可能，那肯定是跑了。他想跑，早就跑了。走。哎。